要耐力，要练气。踩单车是练气和锻炼体魄的好运动。好开心可以参与今年汇丰博爱单车百万行。今年是破天荒第一次可以给市民踩单车上公路的慈善活动。更加难得的是邻近天水围湿地公园，啱晒一家大小。我谢安琪就全心全力支持汇丰博爱单车百万行2011，你都快啲嚟参加啦！